2017年11月16号凌晨2点27分，所以地上有些小东西，塑料片呢、啊，这个硬的塑料壳我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，还有这么一个塑料片，这个好像是领子上的，衬衣领子上的 ，OK。然后这些什么东西，就像是那个画，那幅画背后的那个纸片怎么落了一地？这些都应该报个警察，这个是那个。在地上发现的东西，2017年11月16号晚凌晨2点多，两点27分、28分左右。